陈冠把球往前给，来到对方篮底下的是桑尼，太强，没错。篮底下桑尼摆进两分，哦，他真的很会去预判这个球可能落下的位置哦。自己要投吗？哦，超跑坦克把巡弋飞弹端出来了。桑尼这边也来一个三分，空心入网，再给到小白过底线，好球，配合桑尼，这个两分打得相当有团队配合。我觉得今年小白对，那当然可能角度的关系，桑尼的三分球，桑尼今天应该是第二颗咯。我觉得今天以现在这个状况，他们必须要把外围的威力投出来。又再度放空档给 Jeff， 不能放啊！下半场 back to back 的三分球。怎么样把下半场的第三、第四节，起码把内容先打好。桑尼的罚球第一罚有。因为工程师在上场比赛也输给了领航员了，所以等于说，如果今天。哇，刚刚这右边的这个超级大空档的球没有给，没有看到，刚上来的陈玉瑞其实是有点机会的哦。桑尼应该要自己处理了，哇，跨两大步到篮底下摆进两分，三秒钟的时间，底线完全空档是陈玉冠，底角举牌标进这个三分球。张镇雅再回给桑尼，这是一个助攻，让桑尼专栏得分。哇，当张镇雅如果能够做这么多事情的话，只要在主场迎接这场胜利。桃园浦原领航员，桃园巨蛋新球季的第一场比赛，102-79击败了新竹接口工程师。